5 4 3 2 1 Time. 我要让更多惨叫声响彻牢房。我带来毁灭。嘲讽垃圾。注意脚下。找到是。真的不给我一甲片。准备出小怪。我看哪到的。血晕了。啊，我拉你拉一下骷髅。大怪哦，转火大怪。我带来毁灭。准备小怪。准备锁链，让我们换坦。还要再等一下。我们换坦，我去拉锁链。我逃了，我逃了。锁链在我身上。地狱哦。目标改变。你呢？目标是你。二呢？注意脚下。走到二。三呢？地板多好。暴风。准备小怪。我拉月亮加方块，转火大怪哦，转火大怪，怪剩大怪，方块，把机熊拉起来，没有办法拉吗？我没办法拉，注意脚下，行不住了，走到三，我在看王月做什么样子。那我们准备换坦，等一下小怪，他想睡觉了，一定要准备带出去哦。趁小怪来看，万一让人想，我往外带。注意脚下。我有想等骸骨风暴。走到一，走到一。那我等下再找一点。其实那个小怪要找到，顺带打都可以。就是他其实没有很急迫要打掉，顺带慢慢 A 都可以。一，等一下四，等一下二，为什么跑不过去啊？让你听。我带来毁灭。操控。注意脚下。走到了，然后准备处理小怪。我拿月亮，拿骷髅把他拉过来。骷髅拿走。拿了一段红叉，红叉控小，龙火大怪哦。控场，红叉是谁的？然后先躲好折磨，注意脚下，躲好折磨，先看好折磨。走到三，走到三。好，可以把他们拉过来。把小怪拉过来，可以拉吗？那个没到。准备锁链二。锁链二哦。方块一个。Bang！ 过来蹭。地上地上，哦，换塔，会被砍死了。二啊，叠太高了。我要三拉了。注意脚下，走到了，快出地板，准备小怪哦。小怪出的时候准备锁链三，小怪出之后就锁链三了。准备小怪，你控，你控叉叉，大怪再走到四，月亮拉走。准备锁链三哦，准备锁链三，装火小怪，装火大怪，装火大怪，锁链三一的啊。注意脚下。二呢？直接不打，走到三安全。先躲好，先躲好。你们是来看我受苦的。你伤被什么？伤，你把 boss， 你一定要把 boss 带出去。他准备转阶段了，你把他带出去。
换圈了。没事没事，再带圈，再带圈。OK OK。注意脚下。下一次。OK， 你看一下。走到一。大概走到二。等一下，四。二二二，那个小心。四。滚他，等下一。五颗死啦。等一下三哦。等一下三，然后锁链四准备，锁链四准备，逆上你先接。目标改变。注意脚下。这怎么有洞？走到二了，老杨。我上次就是站下去的，我上次就是站下去的。三呢？就是因为那洞突然出现的。地板地板。没有洞，刚好被前面的人全完全卡了。好棒，准备小怪哦，准备处理小怪。小怪出。现在特别爆发了。骷髅了，骷髅了。好，砍一下，把砍一下。换圈喽，先要出侧的。准备锁链五哦，锁链五，锁链五。注意脚下。走到一安全，去走到一，先不要打小怪，先去走到一。不如帮忙控，断一下。结束之后锁链五，结束之后锁链五，好去小怪。锁链五先去。锁链五，紧张，一张，没事，你等下他 P 的时候记得帮我换。是他，还没好啦。三呢？三呢？三呢？注意脚下。看看地板，走到三安全，走到三安全。小怪要输了，没小怪啊！先上我先跑，我先跑，你先处理小怪。锁链六五秒，转火大怪哦，转火大怪，转火大怪，准备锁链六，锁链六去准备。目标改变。锁链六去拉好，开好各点。先装火大怪，装火大怪，快！拿走到一，走到一，走到一安全。好，先跑好，先跑好，先跑先跑。有办法三拉吗？三拉拉掉。我把艾兰拉起来，我把艾兰拉起来。可以洗，可以洗。怪强控就好了。那个打王吧，打王吧，打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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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打完打完就好了。走到二，有没有办法断法？走到二，再走到四。我没有加速哦。走到四哦。我稳走稳走。打完打完打完。Nice。哦吼吼。看一下动画吧，有没有变啊？